主料，大虾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糖一勺，老抽一勺，料酒一勺，花椒、麻椒、芹菜、尖辣椒、大蒜10掰，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大虾一斤，抽去沙线背脊开边，芹菜去叶，切成长条，待用，用生分把大虾过一圈，待用，锅内倒入油，记得要多一些，比平日炒同样饭量的荤菜油多一倍吧，大火烧油至辣，倒入虾，用筷子两面翻转，直至都炸至金黄色，用卤勺敲打虾，有酥脆的感觉时，捞出沥油备用，锅内留油，下入花椒、麻椒和香叶煸炒出香味，加入姜片、葱段和辣椒翻，加入芹菜段翻炒，烹饪技巧，香辣可口，美味佳肴，爱吃辣的亲们可以学习一下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